周杰伦于2020年推出旅游实境节目《周游记》，和演艺圈好友们到处旅游。节目开播至今，收获不俗反响。他和友人之间的互动也成为节目的一大看点。近期，他带着老婆昆凌拍摄第三季节目，日前也透过社群晒出了和好友们的合照。不过，照片中的他脸部被拍得有点模糊，甚至还有光点，让他忍不住标记昆凌，无奈地表示不知道老婆把自己拍成这样是什么意思。间接透露了照片是老婆帮忙拍的。接着，周杰伦也分享了自己为阿 Ken 拍摄的照片，用英文写上“我是超棒摄影师”，借此与老婆的摄影技术做对比。随后，昆凌转发了周杰伦的现实动态，笑称老公帅到模糊，两人的逗趣互动真的是太可爱了。Bye.